难共你体会的。历史呢，有罗马，罗马本来姓林，我安东尼三个人组成的。不过自从2年前他迷上阿伊迪奥后，我们就少了这颗眼中钉了。可是现在罗马三分之一的势力也已经被控制了，我怕有一天罗马军队和埃及士兵联合对付我们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我这一次叫安东尼回来，就是为了破坏他们僵硬的感情。怎么破坏？我逼他娶我妹。这澳大维亚可是罗马第一俘虏，那你这么做不是毁了他一生幸福吗？是他的幸福重要，还是我的幸福重要？哎呀，你我大总，娶你妹好主意！澳大维亚是罗马第一淑女，哪个男人会动心呢？大哥，你要我结婚？是啊，你不是很想嫁人了吗？谁说的我不嫁？我是罗马第一淑女，我要保持玉洁冰清，白璧无瑕，我是不可以男人耽误的。你都是乱世儿女，什么时候不是身不由己呢？为了生存，想做些违背心愿的事啊？这跟我结婚有什么关系吗？通过贵族结婚，我们可以增强对罗马的威望，加强我的势力。哎呀，说的对。妹妹，我们不同学的处境吗？你们只顾自己，我的处境呢？大哥真的是疼你啊，难道我就喜欢看你受苦吗？现在罗马三分之一子民的性命都在我手上，难道我眼睁睁看着死在战场吗？大哥也没有办法，如果不这样做，大家可能就没命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嫁给他好了。我好了，谁让你嫁给他？我说的人是安东尼。安东尼，你早说嘛！他是我的梦中情人，我早就打他主意了。太好了，就是你嫁人了。姨太姨太，注意姨太。哦，对，我是罗马第一淑女。
绝会喜欢奥纳维亚那个男人婆。好，陛下，我没有错啊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还对这样女，你也不忘。干什么？好，陛下。权力、领土、财富，我都可以不在意，但是对于爱情，我只会说。我的妈妈，难道你叫我是爱？为了证明跟你一刀两断，已经让我把那只猫给杀了。皇陛下，听我解释。安东尼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答错，就把罗马枪毙。Thank you.